主人来了，啊，你该怎样休息呀、啊？对啊，我在上面等你呢。开始录啦，小路道，好，系安全绳，来看一下方向，这样子，腰先绑住，然后这边，这边这样子拉过来，嗯，然后这边穿回来，上高空作业都要系安全绳，哎、啊，好，这样子完成了。很好，对，完成了，这样子就安全了。嗨，中明大，中明大，对啊，我去发车。这地方右边反正压，有吗？有，有，好 ，OK，OK，OK， 那来360来录一下，算，特别的。这怎么上？爬上去啊，爬上去啊，戴鞋帽的，真的，要不要断？不会啦，断。哦。好，安全带扣住，勾一下安全的地方啊、哦。对，这边这边都可以。这边啊，好，好，代表安全了。啊，这个可以，等一下你上去有没有？这可以，可以脚这个啦。这个脚是什么意思？角度吗？角度，对对对对，角度。我这样就放下来，是不是？对，等一下上去。哦，它是油压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油压的、啊。好。OK， 那来了，开始喽。操作，应该是没问题。高空的视角。好，在这边啊，在这里啊，我加速啊，哎、欸，跟上去，上去，哦，来哦，上去喽，哎、欸，角度不错，哎、欸，变松了，哎、欸，好，再往下走一点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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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，看一下。
半时间好了。哎呀，